吃这个茶粿，这是客家的哦。这是客家的。嗯。哎，你每天看。现在分食一个茶粿。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非常的。哦，好像东西变多了。好，今天是除夕2月9号。刚刚前面你们看到我们就是在庙里面吃东西，因为今天我们除夕在澳洲嘛，为了想要有过年气氛，我们自己办了一个气泡趴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来拜拜，晚一点我们会去吃饭，然后最后我们还会去唱歌。期待我们今天到底怎么玩澳洲的新年。我们来国光山拜拜，啊，他们是来吃东西，来吃东西，哎，很可爱，送我们穿旗袍很喜气。被我抓到，被我抓到自己过来，突然在给我摸弥勒佛，来拜拜，祈求新一年的幸福跟顺利，还有我们要赚大钱。拜完拜，然后一人来抽一个大佛给我们的法语。希望大佛可以给我们新的一年的非常好的忠告。是我抽到的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每天去反省，不是说一定做错了什么，而是说去审视今天做过的一些一言一行，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可以需要更进步的地方。就是羊抽到的，就是要叫你，请你2024年动起来。然后我们来就是庙旁边的有一个湖，想说去走湖逛一下。我们的新年在这里逛湖耶，欸，好来仙女们请转身。等一下一转哦，这个桥直接断掉，乱讲话。嗨，那我们已经来到餐厅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小任务，等一下要让大家吃饭的时候玩，所以我们要先进去布置。现在的只剩我一个人在包厢，我有一些小任务需要帮大家做，就是要给大家有个新年，然后互相认识，然后热闹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这次有准备了，就是在椅子上贴一些任务，每一个都有一个，然后等下就看大家收到什么任务，然后就去执行这样。而且这是我们的大家长，还有准备了红包给大家抽，就期待等下大家进来的时候活动，因为我们还要请大家准备自我介绍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。他们已经在门口，要全部进来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迎接他们。好，大军一一进来，是二号，请记得请找二号位置坐下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是三号，请找三号位置，在那个发糕上面。四号、五号，来帮我请找一下五号、六号、六号哦，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一号哦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你是十二号哦。看，你看他们好吵，好吵哦。真的，好，好，新年快乐！耶、yeah ！下一个号码，十二。喂，哦。我好像想想我住在那个打卡饼，我有两只猫，都是公的，欢迎大家有空来看他们。新年快乐！耶！三号，这是三号，在这里。啊，好好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羊，没有事做。大家要报复，报复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丽，然后我家有四只猫，大家可以看猫。哇！新年快乐！十一，我叫庆，我也在澳门工作，还在招室友。希望有人可以来住。八号，我以前是按摩店工作的，那现在的话是在咖啡厅工作。如果不想出包的话，我们家有狗。压轴 ，OK， 然后大家 everybody 都认识我，所以就这样子祝福大家，新的一年都可以完成自己想要的梦，赚大钱，好吧？耶！自我介绍完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菜色。哇，是第一份餐点，烤鸭。烤鸭很好吃。早上五毫油
谢了谁啊？也太尴尬了吧！都蛮熟的，一下一个进来了。嗯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这样子。现在他在喂。亲我。很可爱呢。那我们最后一位是赵翔。在脖子上收集三个口红。哦。对，脖子，脖子。脖子，脖子，阿佩翔啊，他邀请我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接下来请欣赏我们劲歌热舞的时间。好想特意从雪梨飞来要为我们唱第五天。明天要上班，所以我们要先回家，所以在回家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唱一首爱的主打歌。天亮吃就火热，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，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陪我到那条路游来游去，不用担心耳机也有好情绪散不去，我们的新年除夕就这样结束啦！好开心，我们要上班，我们要上班，大家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健康，拜拜拜拜！大家都一定要平安顺利，健康赚大钱！2024新年快乐！